好，大家好，欢迎收看《城市论坛》，我是苏敬恒。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近日教育界无风起浪，可能有人觉得教育界太平静了，要引入一些议题。最近教育政策真的引起不少的讨论，母语、教科书的语句修改，还有今天的主题就是通识科的检讨。有報道就說教育局已經同意檢討通識科方向，包括是文憑試只是設合格和不合格，不再以一至五星星評級，亦都會探討是否要將通識由核心科改為選修科，或者改為只修不考。另外亦都涉及重整課程內容等等。你怎樣看這些建議可能帶來的影響呢？不過在這個消息傳出來之後，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就說，任何意見指通識會改動都是揣測，於是就令到部分人懷疑，是不是有人覺得通識科太政治化呢，從而想在背後希望修改個課程呢？如果是剔除了政治的因素，單從專業教育角度來分析，實行了大約十年的通識又有沒有什麼可以改善的地方呢？今天探討的題目就是通識檢討穩方向，慎思明辨點培養。我今天是有四位台上嘉賓，分別是香港眾志常委鄭家朗。大家好。鄭家朗是大學一年班學生，上一屆才考完這個文憑試。好，還有另外還有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育研究部主任張瑞輝。好，大家好。張瑞輝都是通識科的教師。好，另外還有教育評議會執委蔡國光。大家好。蔡國光亦都是中學的校長。另外還有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會長黃君如。好，大家好。黃君如亦都是前校長。好，現場還有兩間中學的同學在，分別是來自福建中學的同學，還有加洛薩培德書院的同學。好，歡迎大家。剛才提了，我們今天主要的探討是通識科的檢討的方向，是報道裡面又講過一些方向，其中包括就是評級由一至五星星改為合格和不合格，或者有些人建議就再加多一個叫優異，以及將通識由核心科目即必修改為選修。可能我們四位嘉賓對這個這樣的方向有什麼意見呢？張瑞輝，我想我都很同意特首那句說話，就是無風起浪。因為我想事實上其實通識科當然過去一段時間有很多社會上面的討論，不過呢，其實我想如果大家都記得的話，在不過去年沒多久的時間，2017年的12月，其實教育局也都已經很清楚地去信回立法會，答回議員的問題，甚至是解答回社會上面一些討論，就是說其實通識科透過課程發展議會裡面的通識科的委員會，或者是這個考評局的科目委員會，其實大家其實我們前線的通識老師都收到一些問卷調查或者徵詢意見，其實我們的看法都是說通識科尤其是在考評方面，其實我們覺得沒有一個改變的必要的。當然在課程裡面一路我們都會檢討，或者都會覺得有可以需要更新的地方，但是我想例如什麼地方可以更新，例如說過去我們教協會都有做過一些調查，可能老師可能對於通識科入邊發展，可能有首三個關注咧，其中一樣都係對於課程嘅精簡啦。因為可能依家有時喺教學方面，即係課時都未必足夠。咁但係咧，考評我諗過去已經考咗六年嘅考試，其實學生或者教師咧都對於個考評嘅要求都有所掌握。如果冒然有啲咩突變嘅話咧，其實真係對於學生或者對於教師嚟講咧，都係添煩添亂或者增加咗個壓力嘅。即係唔需要將佢改成合格唔合格啊？我諗大家嘅關注點唔喺呢度咯，反而係即係點樣嚟話可以即係一班入邊少啲學生做到試班教學啦，或者甚至係即係增加多啲常額嘅教席，令到多啲老師可以參與其中，呢樣先至係重要。必修同選修嗰個問題咧？我諗喺呢一個即係教改入邊。點解將通識科成為咗一個必修科呢？其中一樣都係即係我哋睇翻通識科嗰個即係教學目標，就係希望培養我哋嘅年青人成為一個即係負責任嘅即係公民啦。同時亦都希望個課程係帶到多角度思考嘅能力啦，亦都係即係能夠運用佢哋嘅知識概念喺一個即係社會議題上邊。咁我諗呢一啲嘅即係能力或者呢啲嘅目標咧，對於我哋現代嘅年青人嚟講係重要嘅，否則嘅話就唔會將佢擺落必修科啦。
咁所以如果即係任何人有提出話喂係唔係繼續成為必修科嘅話咧，我諗真係回應翻呢一個最根本嘅教育目標。好，咁啊，不如睇下另外幾位啊，蔡國光校長。通識科嘅問題咧，就我諗就唔係無風起浪，而係有冇呢個風咧，呢個浪都要起。咁啊，主要咧就係新高中行咗十年，咁過去十年嗰、那個原來嘅課程結構啊，或者我哋喺通識嘅執行啊，各方面咧，其實都有好大嘅變化。咁關鍵係嗰個核心科啦，因為咧喺嗰個大學聯招啦，以至到係呢一個副學士啦啊，呢啲個升學咧，通識科都係一個必定要第二級或者以上嘅一個嘅要求。咁所以啊，佢係成為一個核心科目咧，所有學校嘅學生佢要考呢個文憑試啊，佢要向上升學嘅話咧。只要在本地升學的話，他都要去讀通識科。那個問題不是只是通識科的問題，而是整個課程架構、整個高中教育的問題。很簡單，他會擠走了學生一個選修科的機會。那我們原來的設計是希望學生能夠選讀三個選修科，但是實際上過去幾年的運作，我們看到三個選修科學生是大幅下降，也不少兩個選修科學生他只是讀一個選修科。咁帶嚟一個問題咧，就係咧學生嗰個知識基礎咧，其實係比較咧係窄嘅。咁我哋去檢討呢個問題嘅時候咧，其實係要睇翻原來我哋喺十年前我哋冇呢一個預設，咁而家走咗落嚟嘅時候咧，我哋會睇到。咁另外就係鬆綁啊，對成個學校嘅行政啊、教師嘅編配啊，同埋學生嘅選修各方面咧，其實係一個鬆綁。咁讓佢係譬如回歸為一個普通學科，即係個選修科。咁讓翻教育專業去一個自主喺翻學校裏邊，到底係學校點樣開設啊？咁咧學生點樣選修啊？咁呢個咧會係可能我哋要吸收過去十年嗰個經驗啦。好，問一問啊蔡校長啊，引述翻頭先啊張瑞輝嗰個説法，就係嗰個分析能力都好重要喎，係咪？即係都應該要必修咁樣啦。分析能力咧就唔係只係通識科可以達成嘅一個教學目的啊，任何個學科其實喺教學。語文科又好，人文學科又好，理科又好，其實都係有承擔作為一個學習上的分析以至到議題嘅時候，如果考試嘅時候，亦都唔係咁簡單。即使數學題而家咧都唔會淨係計數嘅，全部都係文字題嘅，學生要讀得懂、閱讀、理解到文字，然後先去用佢嘅算式嚟到去表達佢嘅分析，然後最後先到答案。咁呢個主要係唔同學科嘅設計問題。蔡校長即係講即係呢個新高中課程嘅變化啦。事實上，新高中課程引入咗四個必修科，唔係淨係加入咗通識嘅。其實數學科喺原本我哋入大學嘅時候，以前嘅高級程度會考都唔係一個必修科。咁所以我諗即係當這個新學制嘅即係推行嘅時候，我哋希望我哋嘅學生能夠真係擴闊佢哋嘅學習空間。而事實上，我諗早前亦都有一個即係調查啦，即係一個即係機構嘅調查，佢問翻我哋文憑試嘅學生喺四個必修科入邊，邊一科對佢嘅壓力最大或者最細咧？學生嘅回應係通識科個壓力係最細，英文科壓力最大。咁所以如果你想講話即係點樣去即係減低學生嗰個考試壓力又好啦，或者科目上邊佢嗰個壓力咧，我估其實係一個整體嘅課程嘅檢討，而唔係單單就係即係指住通識科就話通識科有咩問題。不過都問一問啊張瑞輝，就係有啲説法，例如徐立之都會話，而家想啲學生學多啲 STEM 即係嗰啲科技嘅科學啊，咁啊如果可以多啲空間多啲時間俾佢哋揀，會唔會好啲咧？當然，即係點樣去即係令到整個高中嘅課時能夠即係兼顧到更加多唔同嘅範疇咧？呢、這個我諗係整體嘅課程檢討咯。正如可能依家補課補得最多嘅，可能係中英兩課都唔定，而唔係通識科。咁當然，即係你話對於學生嚟講，你話減一科咁啊，好唔好啊？咁可能佢哋即時嘅反應梗係話好嘅。咁但係可能你同佢講話喂減另外一啲科目好唔好啊？咁都好啊。咁反而於是我諗我哋作為教育專業嘅話咧，就唔係簡單地即係冇一個整體嘅檢討之下就指向某一科咯。好啊，黃君如係咪都有意見？係 我諗整個新高中課程咧，我哋行咗將近十年啦。咁其實個社會變化好大嘅，即係行咗落嚟咧，我覺得係有通盤嘅檢討嘅必要嘅。咁我都同意，唔係淨係即係針對呢個通識科啦，即係通識科只不過係其中之一。咁但係問題就話。在過去咁多年嚟通識科的而且確咧係引起大家嘅關注嘅。咁如果你話我哋
譬如舉個例，我哋講呢個中文科、英文科咧，唔會上嘅城市論壇嘅，係咪？咁所以你通識科咧，嚇，咁、啊、你通識科咧，大家發表嘅議論咧，就即係比較多嘅，包括立法會裏邊有用心嘅人想專登針對通識科嘅呢個政治位置啫。啊，咁、呢個可能係啦，即係呢個唔管啦。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話，通識科喺最初推行嘅時候，我都有份參與一些討論的，那個討論呢其實我理解呢，為何會成為一個必修科，為何會引入一個新的全世界都沒有的一個通識科入嚟我們中學裏面呢，其中是希望達到兩個目的的，因為針對我們上一個世紀的學生呢，第一呢就是他們那個文理分科呢是比較早的，所以在通識科裏面呢我們想引入一樣東西呢，引入一個科目、啊、最初講的就是文中有理，理中有文，令他可以有一個共通的能力，不要過早地去分科，即是偏在一邊。第二個呢也是針對我們上一世紀的學生，他們是比較著重這個背誦、啊、比較著重這個知識層面。黃旭、我明白的，因為我們現在不是講緊全廢的問題，我想沒有人會建議是廢了這科去，現在我們講緊一個平衡、這個有關係的，因為呢現在我們、那個思考能力那樣東西，你在我們檢視了這麼久，其實就、它是是起到一定的作用的，我們的學生現在是譬如舉個例，他在發表他的表達他自己、啊、在這個我們當時提出這個批判性思考、啊、等等，他是有那個作用的。當然現在你說在社會上面的議論，其實是 有人是一個極端，有人呢就是說直接是廢了個通識科，是不是、就是、用其他科來，譬如中史科去取代他。另外也有些人就說 通識科現在十全十美，我們不需要去任何變動。但是現在作為一個檢討，我們講檢討，檢討得來都可能是三五年後的事、哦、那在中間是不是有很多的空間，很多的所以就問校長你，你覺得例如將一至五星星改為合格不合格好不好呢，或者將它由必修改為選修好不好？我在2007年在教通會已經提出這個意見，因為當時通識科學生不知道怎麼讀，老師不知道怎麼教，亦都不知道怎麼考，大家的壓力很大。現在已經不是那個狀態了，即是現在大家已經是磨了了。我先講了他為什麼教、這個考試局那時候怎麼覆我、啊、他們不同意，就因為這個通識科它是一個核心科目，他要求呢、就是、因為要爭取外界 的承認呢，他需要跟其他的核心科目是同等對待，所以一樣要有這樣的 評估法。所以如果現在你說要作出一個變動呢，不是不行，但是你背後要有一個說法咯，即我已經沒有再堅持這件事了，但是你現在說回轉頭要去、我舉個例子啦，其實在整個新高中裡面呢有兩個比較大的動作的、啊、即除了我們說兩個會考合併為一個文憑試之類，一個就是通識科的出現啦，雖然它以前是高補、啊、即是高級程度的時候它是一個高補科目，但是一個選修科來的、啊、它不是一個即是不過 我希望個討論集中，我們現在不是談通識科有沒有用的嘛，我想大家都會覺得有用的啦，是吧？但其實我覺得最主要是 focus 回呢，其實我們現在這個處境之下呢是將通識科變成一個政治的問題的，你看到即是國家教育部部長還有、中央的人士，他會說、啊、港獨思潮和教育有關的，有責任推動、即有責任推動這個國教，還說呢是要用教育問題去處理這個國安的問題的。其實即是通識科是受著這些的壓力，這個國家的壓力之下呢是放了風出來呢，是嘗試去到去測試一個教育工作者的，是不是政治問題呢，就是你去加之去的，不是，其實不是加之、啊、因為其實這個的背景是真實存在的，那個風是由中央吹過來的，即是你太多陰謀論、啊、太多杯弓蛇影、啊，咁呢個對於我哋喺香港建立呢個互信啊，又冇乜好。我哋係講嘅聖大學，成日都係呢一啲嘅通識科，只係爭著通識科咧。呢、這個好啊，我哋俾阿黃君如回應一下。因為咧，你一個科目嘅嘢咧，嗱，首先課程嘅嘢咧，呢個係特區自治範圍裏邊嘅事嚟嘅。係咪？咁你話課程改革等等，亦都係一個專業範疇裏邊嘅嘢嚟。咁你點樣睇？咁其他人有咩意見？內地嘅官員、內地嘅教育官員去評論香港嘅教育事務咧？咁任何人都有呢個言論自由嘅。咁佢有佢個講法，但係聽唔聽？聽唔聽？跟唔跟呢個係香港嘅特區自治範圍裏邊㗎嘛？好，不過我想問下鄭家朗啊，嚟你啱啱先考完啦，上一屆，即係你對報道話嗰啲修訂嗰啲方向，你點樣睇咧？其實好坦白講，我覺得三個方向咧都係貶低緊通識嘅地位嘅，即係通識。現在是做一個公民教育的一個的工作的嘛，之前即我們是沒有公民教育的時候，學生是比較少渠道去建立一個即 concrete 一些的理論述的基礎、啊、又或者是判斷的能力、啊、所以這個是賦予一個中立的平台，讓到學生是去即了解不同的時事，然後之後建立自己的論點，其實這一科 的目標是這樣的嘛。
但係我哋見到而家越嚟越多，即係開始摧毀緊通識教育科嘅功能啦，或者甚至係質疑緊呢一個教師嘅專業。其實我覺得呢啲嘅批評是不公平的，即係我自己學緊通識的時候咧，我都感受到，就算老師係有立場都好咧，嗰、那個課程的指引咧都是容許呢個老師咧係有呢個中立持平的角度咧，讓到學生在兩邊都分析到呢個數據而建立自己的論點嘅。咁喺教育界裏邊咧，你真係話要取消呢個通識科咧，呢、這個就唔多嘅，係咪？我覺得唔係一個主流嘅意見。而家嘅意見咧，我哋又唔係話貶低通識科。而家頭先我講咧，就是、通識科嘅起一個作用，譬如佢文中有理，理中有文這個呢個咧，咁而家但係實踐嘅過程裏邊咧，我覺得呢樣未必做得到，因為過去咁多年裏邊咧，可能比較傾向咧呢個社會議題啊、社會學科啊嗰啲多啲。咁我哋係咪可以喺個即係我嘅理解咧，係咪可以喺呢度做一啲嘅？檢討不過，如果阿黃校長、這個，其實係充實個通識科，即係黃校長呢個説法就係一個課程檢討啦。但係依家即係我哋收到風嘅，嗱當然啦，呢個風即係有幾實在唔敢講啦。但係呢個風就係話考評啊嘛。如果你將通識科即係舉例，按嗰個風嘅説法就係、是由呢一個評級變為合格與不合格咧，實際上其實真係一個貶低嚟嘅，因為好簡單。即係如果一個學生我中文能力強，咁我就可以攞到五星星，咁於是我喺大學入邊就攞到七分啦，係幫助我入大學嘅。咁但係以往如果呢個學生佢多角度思考嘅能力強，佢對於社會嘅關注或者一個公民意識都高嘅話咧，佢通識科一樣攞七分，然後就幫助佢入大學。但如果我哋改變咗呢一個考評要求嘅話咧，咁變咗就算呢個學生佢批判思考或者佢嘅即係多角思考能力幾強都好啦，佢都係攞過合格。咁對於呢啲學生嚟講，係咪一個唔公道咧？甚至依家其實我哋通識科合格率每一年都接近九成嘅，其實對於學生嚟講唔係阻礙佢哋進入大學嘅門檻，所以我會覺得呢一個提出咧，其實真係無風起浪，對於學生或者教師嚟講都唔係。話我哋覺得通識科會帶嚟到學生啲咩嘅壓力或者咩嘅影響？同埋最重點嘅一句咧，就係大家都只係斟酌住通識科嘅問題，其實中文科好多人都係覺得好大壓力嘅喎，好多人都覺得係死亡之卷嚟嘅喎，但係原來係冇人討論嘅喎，跟住建制派啊，又或者你哋啊，就經常攞呢一個通識科出嚟制旗，去針對通識科嘅政治位置，跟住就話令到呢一個問題係複雜咗，令到學生嘅思考係難咗。我諗就唔好泛政治化啦。每個學科咧，佢個課程就嗰個科去傾啦。語文科嘅課程其實如果你一去到政治就冇得傾啦。係啦，係兩個根本已經係去到一個政治嘅問題。俾蔡校長講一講，不如唔同嘅學科佢都有佢本身個檢討啊。改變嚇，譬如語文科嚇，佢中國語文科係嘛？佢最近咪加咗篇章咯。數學科其實大家都好關注嘅，佢嗰、那個M1、M2 嚇、單元一、單元二嚇、延伸單元，佢點樣去處理？其實每個學科都有唔同嘅處理。咁我諗我哋而家唔係特別去針對通識科，或者用一個政治嘅陰謀去睇通識科。我哋從翻整個課程架構，學生喺高中所接受嘅教育。同埋佢嗰個升學渠道去睇。不過我可唔可以引述少少啊？蔡校長啱啱早兩日喺報紙一個文章，你話即係通識科啦嚇，政治爭議或者政治衝突係慣用嘅課題，鼓勵批判式思考，容易滋生為批判建制、衝擊社會秩序嘅泛自由式教學，呢個係必然之路啊？係咪蔡校長，你對通識嘅睇法就係咁樣樣？呢個係。離開了我哋講個課程教學以外的一個嘅分析，你對通識嘅批評嚟。咁而呢個分析本身咧，係喺嗰個課程教學同埋考核裏邊咧，係容易走向呢、這、一個現狀。我覺得你只是針對住嗰個政治部分，即係通識係講緊有六個單元、十二個主題，只有一個係講到香港政治嘅環境或者社會參與嘅部分。即係你寫一個通識嘅文章，跟住你竟然只係斟酌住政治嘅部分，其實我都想問下你，我篇文章成一千字嘅嚇，蘇敬恆咧就截錄咗一部分，讀咗部分啫。不過都主要都係講，亦都唔係淨係講香港嘅政治，都有中國嘅單元嚇，六個單元裏邊有中國有香港有兩個單元，都好常咧涉及政治嘅課題嘅。我諗喺通識科入邊，即係老師好努力地喺課堂入邊做到呢、這、一個，即係讓學生多角度思考。亦都正如剛才阿嘉朗所講，就算老師佢有即係，我諗任何一個成年人其實對於社會問題都有自己嘅睇法，但係點樣去讓學生可以即係從唔同嘅角度去分析個問題呢？其實老師係做咗好多努力。
咁我估而實際上我哋亦都真係見唔到，即過去嗰六年嚟，即我哋有啲咩嘅老師真係啊，原來喺課堂上邊咧係即灌輸學生或者係鼓吹學生做某一啲嘢，甚至面對住呢一個咁嘅疑問，教育局其實早前亦都委託咗中大趙永佳教授做咗一個都好細緻嘅學術研究，佢問咗廿幾間學校嘅學生，最後嘅結果就係話。喂，其實佢哋學習通識科咧，反而係令到佢哋對於社會問題理解得更加深。以前嘅即係激進咧，反而經過咗老師嘅教導之後咧，係會諗多咗，反而深思咗。同埋，其實我想特別指出嘅一樣嘢咧，就係唔好將呢一個學生係關心社會時事嘅問題歸咎落去教育嘅問題上面。事實上，社會嘅制度、政府嘅問題係依然存在嘅。咁所以咧，學生了解到個社會制度嘅運作，佢對於社會參與嘅程度提高，係因為佢對制度嘅了解。所以其實唔係教育嘅問題，而係本身制度上面嘅問題。好，喺第一節完之前我即係想問一問幾位啦。即係我哋今日頭先我都重申咗一次啦，我哋係想就住嗰個檢討方向去大家思考一下，主要就係嗰個評級嗰個改變，同埋係咪將佢轉為呢個係選修科。咁我聽幾位嘅尤其係兩位校長啦嚇嘅説法，就係似乎係你哋會比較擔心嗰個課程嗰個內容嚇嗰個多少啊咁樣。咁其實係咪代表係你哋對嗰個評級選修選擇嗰個科目嗰個空間評級嗰個其實係一個成個高中課程嗰個配置，唔係講緊通識科。我哋唔係講緊通識科，唔係淨係通識科一個課程架構。即係我哋面向未來，我哋個學生究竟需要啲咩嘢嘅教育？我哋個社會需要啲咩嘢？要一個，如果我哋需要多啲人讀數理嘅，咁我哋點去就唔使讀通識啦。咁但係通識唔係個選擇，通識就係有呢一個呢個選擇。譬如我希望多啲人讀，咁我咪多啲人咁咪繼續喺通識嗰度做咯。俾學生多啲選擇，俾學校多啲。但係而家冇人話要取消，即係有人話要取消通識科啦。但係如果由唔使咁政治化，但係如果由必修政治化，但係佢係必修變成選修咁樣咧，必修變成選修，必修變成選修又好，五級變七級變成兩級都好，那個只不過是一個意見，即係我諗嚟最後落結論咧，而家仲係為時尚早。我覺得作為一個檢討小組咧，佢咩意見都要聽嘅，係咪？即係咁，但係最終咧，佢係要按照即係個專業嗰個判斷、專業嘅立場去為學生、為我哋香港嘅未來去作出決定噶嘛。唔係話你社會上邊有咩聲音，甚至係你話內地嘅教育部嘅官員佢講一句嘢，咁就要變噶嘛？呢個唔係專業啊嘛。如果我哋相信我哋香港仲有即係教育係一個專業嘅，就只能夠放翻喺專業裏邊去做。所以你又唔需要太過擔心，係嘛？即係我哋所有嘅由我哋成個教改到而家，都係按照一個學生需要去做的。跟翻兩位校長嘅思路就係，其實真係要一個整體嘅檢討啦。咁所以我哋依家嘅擔心係乜嘢？就係當一個整體嘅檢討都未出現嘅時候，有聲音就針對某一科啊嘛。同埋如果針對某一科嘅睇法，亦都唔係一路針對通識科咧，由來已久。咁正正就係之前我哋已經睇到呢個唔係我哋通識科入邊嘅問題，教育局自己都出嚟澄清咗、解釋咗。但係呢一個咁樣嘅聲音繼續出現嘅話咧，不得不擔心。好啦，我哋下一節翻嚟，我哋俾喺現場嘅同學發表下意見啦。轉頭翻嚟繼續。歡迎回來第二節誠信談，今天我們講一下通識教育的一些是改良的方向，現在先交給是福建中的同學發言先。各位嘉賓你們好，我是福建中學中五級的同學。中學時期的教育都是為了中學生我們成為社會公民做好準備啦。從通識現有的六大單元來看，是最直接培養我們對於社會民生和環境做全球化事務的了解。如果現在將通識的評分準則改為合格或者不合格，同學對於了解這些內容的動力就可能減低，應採取什麼措施來彌補這件事呢？謝謝。好，謝謝。接著我交給是加洛薩培德村的同學。我是來自加洛薩培德書院的中四學生同學。在學生的角度，如果只是選修或者合格不合格兩個等級，學生的重視度就會下降。因為通識科就是一科易合格和難高分的一科，如果變成選修科或者合不合格，就
啲學生就冇咁有興趣去讀呢一科啦。咁會唔會令學生對社會嘅關注度會下降呢？咁如果會嘅話，會點樣避免呢？好，跟住係另一位福建中學嘅同學。各位嘉賓，你哋好啦。咁而家 IES 即係通識校本評核啦，雖然可以幫助學生去加深對社會嘅了解啦，但係其實高中喺高中生涯係要完成好多份量嘅 SBA 啦，即係唔同科都要做好多啦。其實係會為高中生帶嚟巨大嘅負擔啦。其實係咪應該包括 IES 在內嘅嘅校本評核係咪都應該有個精簡，甚至係減輕先係最能夠為學生減壓嘅方法咧？唔該。好啊，學生提出一啲其他減壓嘅方法啊。好，另一位係培德書院嘅同學。各位嘉賓大家好，咁就住我以學生嘅角度嚟睇啦，咁我就認為通識科的確可以增加學生對社會嘅敏鋭度同埋關心，咁預期將佢變成選修或者合格唔合格啦，咁不如取消或者簡化獨立IES 嘅課題，咁亦都可以就此減輕學生嘅壓力。好，唔該曬啊。希望同學講解嘅時候少啲一啲學術用語啊，我哋唔係太清楚咩 IES 嗰啲咁樣啊。好，跟住係另一位福建中學嘅同學。主持各位嘉賓，獨立專題研究。主持各位嘉賓，你哋好啦。咁我想就住一個考評方面嘅角度去講下我嘅感受，同埋提出一啲問題啦。咁就係其實咧，而家通識科咧，主要就係除咗我哋考試之外，除咗係講一講自己係嘅論點之餘，其實好著重一個語文能力啦，即係無論係中文定英文都好啦。中文方面就係可能要講好多寫好多字數啦。喺英文方面咧，亦都係比較難去表達自己嘅觀點啊，係好著重語文能力嘅一科嚟嘅，其實通識呢一科。咁其實我想喺呢一個問題上面咧，其實同學如果係語文能力差啲嘅話咧，其實就好難可以好全面咁樣去表達自己嘅觀點啦。咁其實係咪可以除咗一啲題型，一啲例如應否題啊之外咧，呢啲好著重於正反立論嘅題型之外，其實可以加上一啲嘅數據題或者建議題咁樣，係可以俾學生可以排除佢哋語文能力比較低，而可以令到佢哋可以好好咁樣表達自己嘅觀點嘅一啲嘅題型咧。唔該曬。好啊，唔該曬同學。同學建議喺一啲考核嘅方法嘅一啲改變啊。好，我再交俾另一位培德中學嘅同學。嘉賓大家好，其實我都有一個問題想問的，就是近年其實有些大學都將入學的計算標準呢改做最佳五科的成績啦，以考出一些未能考取到即通識階職的高材生，改革之後的分數只是有合格和不合格，如果考取到高分那些又是怎樣去會不會有一點不公平？好，接著我交給後面戴眼鏡的那位先生。大家好，我是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的主席。其實剛才台上嘉賓裡面有提及到話，對於高中的運作裡面，似乎通識科是霸佔了同學仔去其他選修科的意欲。其實我會覺得，既然一個全面的檢討的話，所有的學生在選修科的意欲上是否只是歸因於通識科而令到他們選不到這些科目呢？我覺得需要有一個全面的檢討，不可以單一化只是說通識科就是一個問題。其次，如果我們看回這麼多年來這麼多個國家裡面的一些公開考試的評級，很多時候都會有一個很仔細的評級標準的，但是如果我們通識科裡面零零舍舍是合格與不合格的話，會不會一方面矮化了通識科 的發展，同一時間也矮化了 DSE 在整個考試裡面在全個世界裡面的認受性呢？希望大家都能夠留意的。好，麻煩我交給民主黨莊榮輝，其他想發言的朋友繼續保持舉手，否則我不知道你們想發言。大家好，民主黨莊榮輝，我想講咧，其實今日擺到嚟城市論壇呢個話題咧，已經好明顯係將通識科呢樣嘢政治化咗噶啦。我希望兩位校長咧就唔好成日用政治化，就好似唔想傾咁樣。我哋以前我哋讀書嘅階段，我哋嚟城市論壇呢一度咧，我哋係從來唔會見到好似今日呢個組合，有學生、有教師、有校長喺台上面嘅。其實正正就係因為有通識呢個科目，可以帶領到我哋嘅學生咧係有啲獨立嘅批判嘅思考。所以阿嘉朗同學咧，先可以喺度咧振振有詞咁樣咧，代表佢哋嘅言論。如果政府係想啲學生唔好咁多思考去鬧政府咧，我俾個建議佢：第一，梁振英出嚟全面交代 UGL 事件；第二，林鄭月娥話俾人聽乜嘢係母語。好，多謝大家。唔該曬，交俾後面呢位先生。大家好，我係公民黨嘅鄭文傑。咁咧，其實我就想回應翻台上面嘅
王校長講咧，其實每人都有言論自由咧，係唔適合於一啲身處高位啊，即係同嘉朗所講係一樣嘅。另外咧，阿蔡校長佢講過逼走選修科呢個問題咧，我亦都係十分之唔認同嘅，因為選修科其實就係俾學生一個方向渠道去揀佢哋想讀嘅科，而通識擺咗必修科就有佢嘅用處。教育局當時有呢個決定咧，亦都係用咗好多年係去同外國嘅教育機構去傾 DSE 嘅分數點樣喺外國嘅國際教育入面其他嘅院校係得到一個認受性。好，唔該，交俾前面單嘅呢位女士。我好痛心咧，我哋嘅香港教育工作者咧，居然係怕我哋嘅年青人有更多嘅思考能力、明辨是非、判斷能力，因為呢個社會越嚟越資訊發達。其實你所謂嘅學科知識，當然喺學校裏邊可以學，但係更重要嘅係學校裏邊幫我哋嘅學生去到諗，究竟呢啲咁嘅資訊，我應該點樣去理解是非黑白？依家越嚟越恐怖，我哋見到上面嘅人在這裡想灌輸我們篡改的歷史，好精簡啊！所以我們需要我們的年輕的學生，好像現在出席城市論壇，我每次看城市論壇的同學的發言，我都覺得很欣賞，因為比另外一些人他們有多角度思考，懂得去真的知道問題的事實在哪裡，然後作出個提問。好，多謝你的支持，好，交給吳迪希。係，我覺得大部分人咧都只係關心佢嘅職業利益，冇乜人聽下同學點講啊。有位同學講得好好嘅，其實個考核方法，譬如美加都有個 social study 㗎，佢用 multiple choice 㗎。美加好多嘅咩 GMAT 啊、SAT 啊，都係 multiple choice。點解一定要用呢種寫文章嘅方法，鼓勵嗰啲人喺度亂噏喺度？即係佢個文字能力高，根本佢可能個基本知識掌握好少。另外有一樣有一個問題就係咁嘅，我睇過呢本書。那些題目呢，我想問下大家，會不會在中學教大學物理教相對論呢？你現在的範圍呢，每一條呢都是太大了，你搞到這麼大呢，應該是 level down 給一些基本的知識要那些人去掌握，這個才是真的實際，不是現在在亂說的這些評論。好，接著是維園衝鋒。我是維園衝鋒的大陸豬，我兒子明天27歲，就很羨慕嘉朗他們這隊人是有讀通識的，通識增加一些政治常識啊，咁嚟講咧，係有利於港人治港，同埋同世界嘅大學嘅趨勢係通才教育，所以我支持通識繼續係必修科。多謝大家。好，唔該，交俾戴眼鏡呢位先生。啊，其實如果係官員其實想矮化呢、這個通識教育咧，其實如果佢嘅原因係想矮化公民教育咧，其實係行倒車嘅。佢公民教育如果唔係喺學校學，喺出邊學，咁咪仲危險。你哋諗清楚先啦。唔該。交俾後面戴太陽眼鏡呢位先生。啊，多謝主席俾個機會我講嘢啊。就我希望大家可以用一個跨越視野嘅角度去睇呢個問題。香港 DSE 喺國際上得到一定嘅評價，亦都有好多海外嘅考試機構承認我哋嗰個考試嘅結果嘅資格。如果在今時今日我們貿然有任何的改動，不預先跟外面打個招呼，得到他們覺得不會影響到這個資格的評定的話，你即管去做。如果會的話，我希望大家想一想，我們怎樣面對我們的家長。好，當 DSE 被取消了之後，我沒有人說要取消 DSE 不被承認的時候點樣面對佢家長？好，點樣面對我哋將來嘅學生？好，交俾戴眼鏡呢位年輕人。其實咧，我留意近最近建制派講嘅嘢咧，佢哋個潛台詞其實就係唔想校園涉及太多政治啫嘛。其實如果唔係呢個原因嘅話，點解你唔針對下中英文科咧？我哋作為中國人，唔應該讀英文，應該取消為英文科啦。點解你哋唔針對下其他科目咧？同埋我哋我作為第一屆，英文係國際語言嚟嘅，你咁樣就我哋 mother language 係普通話而家。係，同埋我作為第一屆 DSE 考生，我其實明白到通識科係想培育翻一啲學生咧，多啲留意社會時事同埋世界運作，唔可以淨係留意娛樂新聞噶嘛。如果你依家將佢變成合格唔合格，其實學生係唔會再注重翻通識科嘅選修咯。好，唔該，論壇之友。我係香港論壇之友，今日呢幾個後堂講得好好啊，通識科啱開始未成定報告俾政府，但係有人就騎起嚟反對。你哋睇清楚啲乜嘢？以前嗰啲唔改革，你哋咪進步得了咧？啊，改革先有進步啊嘛，會下一代先造福啊嘛。分身你哋反對派仲要搞港獨啊？好，最叻啊你啦！
你好星仔，好唔該曬啊！好，我哋希望集中翻講翻喺嗰個課程嗰個改革方向。我而家休息陣先，下一節翻嚟繼續交俾台下朋友發言啦。啊，歡迎翻嚟！最後一節城上談，今日講下咧係通識科點樣可以改良得好啲啊！頭先台上都好，仲係好熱烈咁討論緊，我交俾咧係中間呢位小姐發言。各位嘉賓大家好，我想大家都在對話裡面其實都很清楚提到通識其實有很大的重要性。其實作為前線的通識教師的我們呢，其實從來都沒有否定過課程是需要做一些檢討，但我想提到就是我們檢討過程裡面是否都應該回到課程本身的設立目標。如果大家都認為這個目標是需要的，我們才將它定為通識成為一個核心科目。所以今天我們討論的東西並不是就是不是核心科目，反為我覺得是如果我們當沒有一個考試分級的時候，其實學生的動力會不會因而減退呢？如果減退了的時候，對於個目標的原意是否有做到呢？我覺得大家可能集中在這個討論會好一點。而我自己作為前線的老師看，我就會覺得在這個香港考試主導的社會，畢竟如果當不是一個分等級的一個考試的話，我想在學校的個行政層面到老師的動力也都會減退，這個是我們擔心的。好，稍後看看台上都可以回應一下，但這位先生，我想請問下你嗰個香港宗旨嗰個集團啊，係嘛？你哋所謂通識科係好啊，嗱，我可以話俾你，但係你哋帶出嘅信息咧係反。係，但我哋今日唔係探討香港宗旨嗰個黨歌嗰啲問題，你哋完全攞呢個平台咧。作於你哋嘅理念、宗旨、目標啊！你呢個理念、宗旨、目標係冇呢位先生，我希望你集中講翻通識科嘅睇法。即係我哋講咗，你當然可以不滿香港宗旨嘅一啲政治立場啊，但係今日唔係探討呢樣嘢。我頭先咪講咗咯，通識科係好嘅，但係咧，你哋攞呢個通識科好，唔該曬，好交俾黑色帽呢位先生。唔係喎，我覺得你係要信任年青人，你要信任年青人有呢個判斷嘅能力咯。好，我交俾黑色帽呢位先生發言啦。喂，論壇之友，唔好成日都咁政治化啦。喂，其實咧，阿黃生有啲嘢咧，我都覺得好，你講嘢好亂嘅。因為你之前喺報紙咧就話唔主張初中就開始學通識，但係你又話你支持通識嘅喎。咁我覺得好亂。其實，喂，你話自己咧以前鵪鶉咁啊，話年輕人太批判鵪鶉啲好啲嘅。其實，喂，我哋讀書咧係明是非學道理啊嘛。如果你覺得做一隻鵪鶉乜都唔理，乜都唔識，唔識批判嘅話，咁 我想問，讀書係嚟為咩咧？好，唔該。跟住我交俾係黑色衫呢位先生。係今日我會比較學術去討論呢個問題啦。因為其實我通識教育其實個課程問題其實未至於好大問題，但其實考評局咧，我哋必修題咧，我哋有六個單元，其實係偏重於某一啲單元嘅。咁其實我哋對個通識教育發展咧，啲學校啊學生。即係真係會偏重於嗰個叫做社會與人文嘅科目咧，係出得比較多啲嘅。咁另一個問題就係我哋嗰個合格率亦係個問題。我哋其實話兩分，亦係有成九成人合格嘅。其實你依個做唔到一個好指標性嘅嘢，咁慢慢學生其實個教師大概其實已經三分四分嘅。所以根本上你話改咗做合格唔合格，加個優良落去，其實你反而逼緊啲人其實要去優良先至係叫做代表好啊。其實最一個問題就係話，如果話取消依科或選修科啦嚇，其實我哋而家。啱啱先有一堆教師，之前由其他科轉咗做去做交通識科，咁你要佢哋轉型翻轉頭啊？好，係咪先？依個先係個問題啊嘛。好，唔該，交俾培德書院一位女同學。主持各位嘉賓好啦，咁我剛才知道將通識改為選修科啦，咁我會揀通識科嘅，因為可以學到有用的嘢啦，有助其他科目啦，而且通識可以令我哋多角度思考，所以我會揀通識科，因為通識有價值。好啊，好多謝同學啊，係佢回應咗一個大家好核心嘅問題，就係、是、如果俾你揀，你會唔會讀咧？係如果做咗選修科嘅話，好，跟住我交俾後面孝德新動力啊。孝德新同葉子新。我見到台上咁多位嘉賓同埋下面嗰啲朋友都係話 IQ 上邊即係知識上邊點樣做得好啲，但其實情緒控制對於學生係好重要噶，即係好多學生都話哦點樣幫佢講翻通識得唔得咧？就係喺通識科裏邊加入一個點樣教佢哋情緒控制，令到佢哋 IQ 同埋 EQ 有一個均衡。咁你對嗰個評級啊嗰、那個選修必修點睇咧？係啦，呢個就係你譬如你將佢變做合格唔合格，你係想去。
少咗壓力嘛，但其實更加要教佢點樣面對壓力。我覺得大家要學識點樣審題先啦，知道我問緊大家乜嘢嘢先好。跟住交俾係戴帽呢位先生。歡迎大家好，同呢近十年咧喺個大學學系統裏邊咧，睇佢哋表現出嚟咧有關教育嘅意識咧，真係令到人痛心疾首。所以特首呢個時候咧，正正經經提出嚟要大刀闊斧改良好多嘢。當然啦，包括通識科。通識科需唔需要一定要咁嚴格，一定必修科咧？我認為個人唔需要，但係一定咧係要講分數，30分都係合格，40分合格，70分都合格。你係講明佢有能個能力咧，佢理解能係達到幾多分？咪好多人合格咁啊？唔係，咁咪好多人合格啦。重大壓力。即係我嘅意思咧，係講個分數，因為你最後咧。是那個接受者承不承認他的能力的問題而已。好，謝謝，交給後面這位年輕人。各位同學大家好，各位市民，各位嘉賓，各位主持，大家好。教育呢，就是用來這個叫做，就是教導和培育，並不是做一個類一個有一樣的考試機器和一個沒有判斷能力的港豬。好，你對通識嗰個變化你點睇咧？我係直頭反對啊！如果一同埋五星星嘅話咧，即係冇咗嘅話咧，淨分合格同唔合格咧，咁樣咪對啲五星星嗰啲學生好唔公平咯。好，唔該曬呢位。咁如果攞二啊嗰啲咧，咁啊係咪都算係即係唔公平先？好啊，好。如果即係合格同唔合格話二就係、是。另外就係話咧，我係一個即係 private student 嚟嘅，因為咧根據學生律例咧。我係唔能夠咧，未經准許嘅情況之下咧，係將自己學校嘅名咧公開出嚟。好，唔緊要啊，呢啲嘢遲啲再探討啊，交俾呢位先生發言。通識科嚟講咧，我本人咧支持優異、不合格同埋合格同埋不合格嘅。咁我覺得咧係三個制度啦，咁三至五年咧要檢討一次啦。仲有一樣嘢喺幾十年前已經話咧，普通話通天下啦。咁而家外國人都學緊普通話。是不是香港都應該好？我希望大家講翻通識啊！好，交俾嗰邊嗰位女士。係，大家好。通識科咧，其實目的就係培養更多一專多能嘅人才。可惜著重批判思考，偏向純政治嘅議題，未能夠真正做到培養年輕人對社會議題嘅多角度分析，而輕信某一政治主張或者行動偏離原意，係應該要檢討嘅。同埋咧，涵蓋六大範圍，內容點解有個咁樣嘅結論咧？因為我覺得佢係未能夠廣泛咁樣去討論呢個多角度嘅社會問題啊嘛。通識科最主要係睇翻現時社會嘅脈絡，究竟係邊啲政治事件係即係有邊啲社會事件係值得討論嘅，通識科就會去處理。好啊，我交俾福建中學另一位同學啊。咁啱先各位嘉賓都有提到香港嘅一啲現況啦。咁我覺得嘅話，如果進行對通識進行呢個課程改革嘅話，會唔會針對翻多啲關於香港依家嘅現況，例如能源啊？但兩位校長覺得講得太多香港喎。例如環境啊，即係唔一定係政治嘅。又唔一定係政治咁樣香港而家講緊。咁所以其實而家通識科都唔係即係針對翻香港嘅一啲現況嘅各個嘢去進行對。令到青少年可以對香港的各個方面的現況去更多的了解呢好啊，多謝曬，交俾嗰邊戴眼鏡嗰位女士，我交俾嗰位女士發言先，唔該。大家好，咁我作為前線嘅老師，我覺得今日正正係一堂好好嘅通識課，亦都讓公眾認識多一啲嘅通識。實際上通識科好多時候都唔係淨係批判思考，我哋更多嘅時間其實係鋪陳緊唔同角度嘅資訊。我哋讓我好老師點樣睇嗰個方向咧嚇？係啦，冇錯，呢個合格唔合格嘅情況，我啲學生即刻 WhatsApp 我 ，Miss， 如果合格嗰條線定到天咁高，咁我點算啊？所以同學係即刻好擔心嗰個考評標準究竟點樣呢這個亦都係我哋業界會擔心嘅。好，唔該曬，時間又好有限啦，唔好意思，交翻俾台上啊，有冇想回應一下台下？想回應幾點嘅就係、是、你聽到咁多個同學都講咗同一個共通點，就係、是、通識有助建立批判思維。我哋需要更加睇翻重呢一個點。我見到頭先咧有台下嘅觀眾講到咧，就係話呢一個嘅大刀闊斧嘅改革係啱嘅。咁因為咧證明咗林鄭改革通識咧係處理社會不滿嘅情緒，但係呢一樣嘢唔正確嘅，因為唔應該用教育去處理社會不滿嘅情緒，而係真係大刀闊斧改社會嘅制度，而唔係教育嘅制度咯。咁所以我係覺得喺而家背後中共中央
咁批評香港嘅教育，尤其是建制派等等嘅人物，係特別批評通識科佢嘅專業性同埋佢課程內容嘅時候，我哋係唔能夠將呢個放風去同呢一個嘅背景切割處理嘅。好，兩位校長，就台下咧，就或者台上咧，都有對通識科咧情有獨鍾，或者係業界或者係通識嘅教師。其實唔係情有獨鍾啊。即係學生去學習所謂批判性思考嘅時候，譬如話你對一啲資料啊，點樣去係即係佢嗰個可信度啊，或者佢嗰個即係分類啊咁樣，其實都係一個即係現場都係一個嚇可以去做一個研究嘅。同學比較集中咧，就係喺翻通識科，譬如話佢嗰個 IES 即係獨立專題研究啦，或者係個語文啦咁。我諗就係語文嗰個其實係另一個即係我哋要睇嘅。嗱，我哋睇呢個通識問題，頭先講就係我哋唔係淨係睇通識。四個核心科目裏面，三個科目咧都係語文科，語文理解、語文表達、思考係非常之重嘅。咁呢個咧會令到我哋嘅高中學生升學咧，其實係有一個偏質嘅。好，黃君如，我諗咁啦，嗰、那個教育始終係歸教育啦。你將教育嘅問題政治化咧，咁啊對教育係冇乜好處。其實唔係我哋將教育。咁而家咧，我諗通識啊，黃君如講埋通識嗰個問題咧，我覺得而家係要唔係淨係企喺中式嗰個角度去考慮嘅，嗰、那個檢討其實應該係。我哋個社會發展到而家，個世界發展到而家，我哋需要我哋嘅年青人點樣，係嘛？咁至於你話個任何個變動咧，其實都係有可能，只不過係資訊階段。譬如舉個例，你話評級，其實而家我哋有個應用學習，其實不斷喺度改緊，佢由兩級，後屘變做三級，而家變做四級，係咪？咁所以，但係當然每一個變動都會引嚟一啲變化嘅，引嚟一啲震動嘅，亦都引嚟一啲影響。咁政府係需要評估即係所有嘅。的平衡所各方面，包括就是影響到學生的個動力啦。我最後少時更加俾張瑞輝。我諗頭先好欣賞同學其實點出咗，如果將通識科真係變成一個只評合格的問題喺邊度，佢哋都會即刻回應嘅，就係話我嘅即係讀嘅動力會低咗啦，我擺嘅時間內會少咗啦。其實呢度就已經即係實實在在同學就展示咗佢嗰個分析問題嗰個能力。你如果提呢個建議出嚟，實際上個結果就會令到通識科在四個核心科目入邊嗰重要性減低。好，所以呢個係唔係我哋想我哋將來嘅年青人對於社會嘅關注或者對於問題嘅分析能力下降呢？咁呢個就係我哋見到呢個提議出嚟一個好憂慮嘅訊息。好，時間啱啱好，好，拜拜。